来到北港小巷的琼豪街，一定被在大地路边安利疗所吸引。详细看，不是在广告，是真趣味四故人，后背就路过民众两家笑嗨嗨。你呀，那我等下你。这用国语，用台语的哈。用台语啦，台语四故人是属于台语的嘛？人生合分好日子啦，三世姻缘皆欢喜啦。医生，你要是什么？平安了，安平。医生。永康啦、啊哦，永康、啊、对不对？北港琼豪街那有四故人大满四个，原来是附近制作传统糖的头家，想要推动台湾乡土文化，甲家己收集四故人和卖地，找作者参详，甲这种艺术四故人和大家分享。一个台南一个那个是，伊专门咧做四故人的师傅，哎，啊，我跟他买了 CD， 啊，我拜托他说我、哦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有跟他商量。啊，我这个要跟他登刊哈、哦，还要他的同意啊。现在的小学生，拢拢逃不掉啊。哎呀、啊，啊，想讲这文化，这四故人的文化哪个好失去哈？要吃饭菜啊。头家表示，打出这四故人真正肯真侪民众停下脚步。有，哇、哦，一个人个家嘞，你怎啊？因好老辈念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还蛮有意思的。哎、啊，拢个家嘞啊，几号拢个家嘞啊？按亲自来哈，各有哇，讲粗鄙，我都用红色的啊，你没有发现我都用红，有一种过年的气息。要来买糖果就欢欢喜喜的。因为伫北港制作传统的出家面历史悠久，和头家林鸿家对地方文化满百的情，那大四故人也打造故事馆，最近更加大新准备民宿，和来北港观光的民众方便。都知道来这边哈，啊，上厕所，啊，有些哈，像去年有些要泡牛奶，哇。老板，哇，足感心的，恁个用小水用泡芙莲安尼？对啊，你看你都没有，你看从马子到那个最后那边都没有公厕啊。伊安提供这个所在，好游客休息哦，足赞啊。今新北港观光景点民众不妨为中山路行入琼豪街这个小街巷，有趣味四故人和头家热情的招牌笑容，相信有无同款的旅游感受。记者李克森，长报道。